等一下，我你们两个，我想要听那个完整版的《宝贝》。对不起，谁会唱啊？小鹿吧，和蛋吧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去找他们来唱《宝贝》。对不起。好，走。我们去找他们喽，你们去一下。先让他唱一次好不好？好。大鸡鸡不要。好，那他先唱一次，我们认真听，耳朵打开仔细听。好，预备。大声一点。有吗？好像有。舒服吗？如果你看我，眼睛不用闭，我们变化眼睛。如果你要看彩虹姐姐，看你要看彩虹姐姐，我要看另外一边的脸。哦，对。我觉得是有点红哎。彩虹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她说她想要帮她画。好啊，那你给你。来。可以吗？你觉得漂亮吗？可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的新娘子，她是你的新娘子吗？是。我漂亮吗？大家好。你们要表演的是什么？看谁最大声，加油！换女生。看谁可以最大声，一起来。最大声！不必远听，不必远听，也不会忘记。pose， 停住，木头人，笑嘻嘻。噔噔噔噔，慢慢走，笑嘻嘻。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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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，挥挥手。新郎接生。好，新娘。是新郎。新娘，新娘。噔噔噔噔，阿婷，挥挥手，挥挥手。哎，你要把它掀起来，掀起来。好，揭开面纱，新郎。好猴急的新郎。帮他整理一下头发。后面整理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瓜哥哥。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按个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。